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57节，第一句不改，第一线不为，即不为利，会使讲是世出世间，一切现成，讲个宗教，诸佛菩萨教化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这是所有宗教的一个共同点。对这个共同点来出发，就会融合世出世间各个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就会融合作为一体咯。善恶标准啊，真多，这是因为无共文化而建立的。但是宗教最精深的所在，绝对也是同款的。这句话，咱已经讨论过几落摆了。几落摆，实在讲是无够啊！咱详细去思维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但讲啊，拢是讲这两句，千经万论啊，不离这个原则啊。故是无量无边，现行也是无量无边，世人愚昧，人色无清啊，将是非邪正善恶颠倒病咯，这是大错啊，这是大故事啊。你诸佛菩萨大圣大贤，如世人确确实实无一丝毫的执迷的心，这是跟咱一般人无同款的啊。伊之所以会称为大圣大贤呢，就伫即地啊，
孙是一片的真情慈悲心，孙是一片爱心。看到世人就是咧做五业十恶的大罪业，佛菩萨也是一片的慈悲，也是一片的精神。如无量寿经里所讲的，善人不善，无有误者，殊无怪呀，袂当啊怪呀。这是咱哎学习的，世间人。大家人啊，拢是好人；大家人啊，拢是善人。佛弟经常讲咯，无量寿经，大家念啊真熟，经常讲啊真明白咯。一切皆成佛啦。华严愿觉讲啊，更加透彻咯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啦。咱来记着，世尊真实的教诲，正言三福，要熬一条，到多难啊！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啊！啊，菩提心就是爱发贴地感悟的心，贴地感悟啊！深信因果啊！什么因果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啊！这个佛要安怎念法呢？前几天有一个同修来问我，我嘛讲几句落拜，伊讲几遍啊，加深注意同修的印象，我念佛。我看到虚空法界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无一项啊，唔是阿弥陀佛。大家人啊，拢是阿弥陀佛，事事拢是阿弥陀佛，物物啊，拢是阿弥陀佛。我是这款的念法。我对都为何来呢？对无量寿经顶面何来？对阿弥陀经顶面何来？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庄严，拢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！阿弥陀佛是啥人呢？就是当年诸圣啊！我知影这个道理，明了这个事实真相，这叫恍然大悟啊！真虚空变化界，华严所讲的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啊！心是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德相啊！伊的名号就叫做阿弥陀佛。所以，咱现在念佛，
甲较早念佛是无共款啦，毋是一个念法啦。念甲身心自在啊，发喜充满啊。祖师大德啊，教咱呢，修行爱对根本来修，解果呢爱对根本来解，行善嘛都爱对根本来行。你的成就就会真紧咯。那就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众生作佛，拢在一念之间啊。就看你这个念头是不是转得过来。文殊菩萨用世尊请教，讲了好啊。一个人少年作业，到老的时阵修行，敢要会幸福袂？世尊答较真好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呐。咱爱用佛心，佛心就是用真心。用圆满感恩的心来看人、看事，佛是安怎看法？只论现前，无论过去啊。现前是现在啊，过去啊，唔免去追究啊，过去啊，唔免去甲想啊。想过去，想未来，迄拢是梦想啊！人如果生活是有过去、有未来这个概念当中，你就袂当出轮回咯，就袂当出是法界啊！为什么六道轮回甲十法界是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幻想，不是真的？金刚经上甲咱讲的十法界已经庄严，是梦幻泡影啊！佛讲的话是啊，是真实的。梦幻泡影，你哪过去想呢？你哪要过去分别执着呢？这敢不是大错特错呢？你伫咧加强三途六道了，你哪会当离开三途六道呢？所以佛教咱呢，这是对根本来落手。你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不但六道无了，十法界也无了。现前的境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。咱来明白这道理，来做一个大转变。转凡心为佛心，转环境为佛境界。华严经所讲的佛华严的境界啊，
这个转变就在眉毛之间，这个眉一切眉咯，这个毛一切毛咯。佛菩萨在经论里面讲，讲较容易啊。咱听到呀，咱像是听有咯，其实不是真正听有。为什么真正听有咯？你呀、啊，绝对就会转过来咯。这点。咱修学的心态顶面，袂当无注意啊！咱的境界无转过来，都是听无啊！佛的教诲，咱体会了无透彻。无深入啊！如果真正明白、真正了解了，刹那之间就转过来了。真正是唔免用一点啊气力啦，转袂过来，要安怎呢？有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好。认真努力去求学，怎样学法呢？祖师大德教咱呢，一门深入，当时焚修啊。一门深入，当时焚烧，是做戒定慧的功夫。戒呀，就是修规矩，叫你一门就是规矩，叫你呀、啊、长时间学一门也是规矩啊。为什么叫你学一门呢？无叫你学多门呢？一门啊，容易专心啊，容易得定啊。换一句话讲，容易断烦恼啊，断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容易啊，伫即地啊。但甲你妄想分别执着真正。登咯，袂阁起来咯，就叫做得定啊。定内面啊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凡是有分别、有执着，无得定啊。定是平静心啊。定啊。是清净心啊，有执着你就啊未清净，有分别你啊就未平定了。所以这个方法是修定的方法，定啊到达一定的程度。地位就开咯。连经上讲了好，清净光通达，心地清净到极处咯。极处啊呀，有这个浅深的无同。咱伫华严有看到啊，梵高初诸菩萨，伊的定啊就到个极处咯。讲啊，通达咯，讲通达是见性啊。迄、那个讲就破无明，
看到诸生，但是伊诶即个功夫较浅，伊则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诶真性。以后啊，去耗尽四十一品无明，这是啊，如来究竟故意啊。所以迄个净劫，净劫内面啊，有四十一个等级，拢叫劫。净劫共同的啦，这个时阵呢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全部拢通达咯。爱学无？免学咯。为什么免学呢？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所以法通法法拢通。一门开立啊，门门啊，拢会得到咯。这道理，咱今仔日拢明白咯。怎样去落实呢？嘿，就得看你家己的功行咯。功行啊，讲一个实在话，就是爱将你所解的、所信的。落实到生活当中，这是行啊！信跟行融合做一体咯，就叫做精。精就是确立啊！花言背后一片，你发解怎样立？性改行用合作一个啊，就立咯，就正立咯。咱今仔日困难伫倒位？性改行是分做三个，伊毋是一个，所以永远袂当确立，永远得袂着真实受用啊。真实的受用啊，是自在无碍，欢喜充满啊！咱从世尊一代四教四十九年所说的，为了做十句。心行充满虚空，周遍法界是清心，清净心嘛是圆满虚空，周遍法界。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无一项毋是满虚空遍法界。若是到咱生活境界当中，看破也是遍虚空就法界，放下自在随缘。拢是充满虚空周边法界啊，这叫做念佛啦。阿弥来念佛就会成佛咯。我从我家己修学的这点啊，
心得啊。送予各位同学，和大家来做参考。啊，甲大家做证明，深信因果，念佛成佛。千金安康的属实啊，功夫落手的所在，知故能改，知先行行，世尊家人善恶最低的标准。就是正业三福的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自心不杀，修习善业，这十六字决定就要落实。讲啊，这十六字未当落实，无论修学到一个法门。拢也未得到利益，拢未成就，上上法不离下下法啦，上上法甲下下法是一，唔是二呀。伊嘛动手深深的。其属于这个意思，认真努力学习，今仔日就讲到这地。